公子，快点！公子，你说你为了赶路，之前有客栈不住，现在好了吧？好了，小雨，去里边拾些干柴吧。哦，好。 小生姓吕，名言，字洞宾。公子有礼了。小玉，哎，快把我的衣裳拿来给姑娘披上。好。小生贾人。贾公子有礼，是我打扰二位休息了。姑娘客气了。敢问姑娘芳名？ 小女子尹淡。白蛇，此天劫为你所受，万可连累凡人，否则你罪孽深重。姑娘，哎，姑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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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等，平淡姑娘。不，姑娘，你听我说。 姐姐重婚的日子，姐姐呢？ 她不是应该跟你在一起吗？ 她走了，她根本就不爱我。这一切不过是我自作多情。师兄，你别逼我了。江丽，听姐，只要你嫁给我，我可以护你周全。爱情是两情相悦，不是以物易物。我是不会嫁给你的。 嫁给我有什么不好？你我一起双修，李德道飞升的日子就不远了。小心！云淡，云淡，云淡！什么？姐姐独自承受天劫？我要去找他。小心！ 不会是喜欢上那个凡人了吧？
就好。姐姐，你还是跟我一起回西湖修炼吧。现在还不行，他刚替我受了雷劫，我得还他这份恩情啊。他已经醒了，我也帮你留了封书信，你就放心吧。青衣，我还是不放心，你再给我一段时间照顾他。姐姐，我受天劫的日子就要到了，我真的好害怕，别扔下我一个人。公子，公子，咱们休息一下吧，公子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公子，今年考期已经错过了，还是准备准备明年再考吧。喏，读会儿书吧。读书？银奈姑娘的信呢？给。公子啊，这信你都读了520遍了。看公子这失魂落魄的样子，这银带姑娘也真是的，悉心照顾公子多日，怎么只留下一封信就走了？没想到这吕洞宾命这么大，雷都劈不死他。多了一个死人的家产，倒也无妨。如今可倒好，人又活过来了，你说该怎么办呀？大人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杀！公子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来人，吕洞宾勾结绿林大盗反叛朝廷，给我拿下。哎，官差大人，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？有什么冤屈跟县太爷说去吧，带走。是，官差大人。走。公子，快点。公子，公子，
洞宾，他们怎么这么狠？我这就带你出去。不行，他们认定我勾结陆离，我若是现在逃走，一定会认为我畏罪潜逃。银丹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我要天天缠着你。佘奶奶，饶命啊！这些银子我都不要了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佘奶奶放过我。狗官，看你那贪生怕死的样子，那你就赶紧放了吕洞宾，否则要你好看看。是，一定，我不敢了，你别杀我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啊！证据确凿，待午时行刑。下雪了，下雪了！怎么回事啊？下雪了？怎么这个时候？这六月咋下雪了？哎呀，对呀，现在六月飞雪，这案子是不是有冤情啊？哎呀，李公子一向乐善好施，修桥铺路，这案子是不是没查清，县太爷冤枉了好人呢？还不成大胆妖孽，竟敢在此兴风作浪，还不束手就擒！大胆妖孽，无论凡间还是此地，我奉县太爷之命前来收服你。我与你无怨无仇，今日为何如此相逼？赶紧束手就擒，否则休怪我大开杀戒。你这江湖术士，听信狗官之言，助纣为虐，也休怪我手下无情。哎，郭老，我们不是来度化这吕洞宾的吗？这怎么现在搞得生死攸关呢？哎，你说怎么办啊？公子，你要是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哎呀，真是可惜呀，年纪轻轻就这么死了。不过，我倒是听说，何王爷巡查路过。
大人，大人，冤枉啊！天大的冤枉啊！你何时申冤？又是替什么人申冤的？我替我家公子申冤，我家公子为人乐善好施，这有了真相人人皆知，我敢以性命担保，我所说的句句属实，绝无半分虚假，求大人一定要为我申冤的，求大人一定要明察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骆帽峰？时已到，斩！何人如此大胆？何王爷驾到，还不赶紧接驾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别拦道！参见王爷。你这江湖术士，是非不分。姐姐，我来助你。青衣，午时已到，我赶着去救人。姐姐。妖精，今天我把你一起收了，受死吧！看我怎么勒死你！姑娘，啊，姑娘，看你哭得如此伤心，台上的年轻人是你的心上人吧？老朽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他没有死。董斌呐，董斌，这接下来这个情节可有你好受喽。吕洞宾戴罪释放，财产暂时扣押，待查明真相再做公正判决。吕兄，这是捡漏了信，先将就一下。那县官虽然糊涂，但也不敢怠慢当朝王爷。你就在这儿安心等我消息。正所谓雪中送炭，也大抵如此。
多谢贾兄相助。吕兄不必客气。这儿虽然比不上吕府，但在山里也算是别有一番雅致。这翠山幽林，鸟鸣花香，我反倒觉得比之前更舒心惬一些。有银黛姑娘这样的家人相伴，当然舒心惬意啊。换作是我，也乐意得很呐。没请家人，夫复何求？安排到自己眼皮底下，不愁没有机会。姑娘，小生失礼了，还请姑娘原谅。只要姑娘喜欢，以后这儿就是你的了。记得那天也是雨夜，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就住进我的心里了。天涯望不穿，梦里为红颜，只为与你相伴。为你修行几度轮转，伴明月也未眠，倾听三生剪不断的红线，倾听三生剪不断的红线。青衣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去找银黛了吗？别提了，他帮我渡完劫以后就离开了。他真的对那个凡人动心了。他为了救他，把我一个人丢在朱药师的手里，亏得我机灵。什么？竟然有这样的事？平日里银黛十分心疼你这个妹妹，可如今
他竟然连你的死活都不顾了。这个凡人到底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？花美，人更美。翩翩，我朋友洞宾就住在那儿。往后我不在的日子，我会托他们多多照顾你的。你真好，我都听你的。慢点。贾兄，吕兄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这位是翩翩姑娘，因无家可归，我让她住在山上的另一处茅屋。此人身居仙骨，纯阳之身，若是我吸食了他的精气，便可永葆青春，还怕比不过这个淫荡？翩翩，你来这有何目的？看你这条白蛇，是动了真情了。你要是对洞宾有非分之想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怎么了？看起来有心事的样子。没什么。真的没什么吗？我只是在想，贾兄他早已娶妻，如今却多了个翩翩姑娘，那贾夫人。你呀，真是多虑了。如今贾人高中探花，三妻四妾也是很正常的嘛。怎么？那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你高中了，你也会三妻四妾啊？傻瓜，我怎么会呢？不管我是清贫也好，还是富贵也罢，我只爱你一个。贾公子，
学生偶然邂逅一位妙龄佳人，学生将她安置在山上西面的一处私宅，准备献给大人。佳人呐，佳人，你深谙官场之道，将来的前途啊，必定不可限量。多谢大人提拔。来来，吃菜。谁啊？为何要置我于死地？下了地狱，去问阎王爷吧。来，哎呀，这小子中了蛇毒了，要不我们救他吧？不用，你莫慌莫慌，这小子注定了有此一劫，稍后便有人来替他解毒，咱们还是不要在这儿添乱了，随我走。青衣，你不好好在西湖修炼，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姐姐，这个话应该是我来问你才对吧？与人相恋的后果，你比我更清楚。所以你跑到这儿就是为了劝我？姐姐，吕洞宾他是个凡人，终有老去的那一天，最后伤心的还是姐姐你啊。青衣，我心意已决，你不要再劝我了。我不能看你自欺欺人下去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引你来此，就是我和崔明哥的调虎离山之计。现在吕洞宾恐怕一命呜呼了吧？看来这吕洞宾的仇家还真不少啊！我先取了你的精气再说。吸了精气永葆青春，却未想竟吸了毒气，变老变丑怎么办呀？怎么是你？不，不是我，不然还会有谁？冬冰，冬冰，你千万不能有事。蛇毒是崔明，
真是倒霉，吸了一肚子毒气，害我功力大减。你看，你看，哎呀，好疼啊！谁来帮帮我？哎呀，小娘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们帮你揉一揉吧。我美了。小雨，公子，公子，你终于醒了。公子，我昨天晚上好像做了一个怪梦，梦见好大好大一条蟒蛇。小雨，快去集市上置办一些成亲用的东西吧。公子，昨天晚上银带姑娘陪了你一夜，你们是不是？小孩子家家多嘴，快去吧。哦，知道了。小雨，怎么了？顺便通知一下贾兄，我和银带姑娘的婚礼可不能少了他这个恩人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老爷，最近咱们镇上发生了几起人口失踪案。根据捕头找到的尸首，我们猜测都不是人为，而是被妖所杀。什么？被妖所杀？是啊，找到的尸首一个个都面色如土，死状很惨。哼，定是吕洞宾这个妖人，今晚就把他捉拿归案。夫妻对拜，李成。恭喜公子，恭喜银带姑娘。哦，不应该叫朱母。你个小子，雨兄，恭喜恭喜啊。现在虽然落了难，但是你还是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我是真为你高兴啊。雨兄，我们祝你和银带琴瑟和鸣，永结同心。谢谢嫂子。谢谢嫂子。来。这个糕点多精致啊。小雨，翩翩姑娘的事情贾夫人估计还不知道，今天是我和银带的大喜之日，你去给她送一些点心吧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哎呦师爷，你说这山路啊在夜里可真不好走。老爷小心路滑。老爷。师爷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好像刚才吃错了什么东西。要不这样，你带他们先去，我去行个方便。那要不要找人陪您去啊？不用不用，你们赶紧去，我随后就到。好，我们走。
先去看看我的小美人儿。要来陪我，这都过了好几天了。你是小娘子，本官来看你来了。你是谁？竟敢擅闯本姑娘闺房？说的一点都没错啊，果然是千娇百媚。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还有股热辣劲儿，本官喜欢。怎么，家人没有跟你说清楚吗？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？多谢恭喜恭喜恭喜！别动，别动，待下。娘子啊，他呀，已经把你送给我了，小娘子。不会的，我不相信，你一定是在骗我。不会的。哎呀，我说小娘子。那个假人有什么好？假仁假义的东西，我告诉你，他不光是要侵占吕洞宾的家产，还要置他于死地。坏人呐！往后啊，你还不如跟着本官，吃香的，喝辣的。家人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谁？这男人精气的妖怪怎么会是吕洞宾呢？是他没错，肯定是。怎么会是他呢？银丹，一个罪名还没有洗清，他没有说我是妖人，快走，我不能连累你。洞宾，我跟你已经拜堂，就算死我也不会跟你分开的。县太爷怎么还不来？那我们就不等他来了。妖人，今天晚上我们就为民除害。为民除害，为民除害，为民除害，受打杀了。还说自己不是妖人，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。来啊，再给个火把。救命啊，有妖怪，有妖怪，有妖怪。小玉，有妖怪。公子，有妖怪。真的有妖怪，还不快跑。你是妖怪。公子，如果我不是妖，岂不是成为你阿谀奉承的工具，登上仕途的棋子？相公。
快放了我相公，求求你了。不要啊。妖怪，放开我假兄。假人啊假人，原来傻瓜不止我一个。你看你多高明啊，把人家吕洞宾害得如此地步，人家还关心着你呢。公子，邢文说的话我全部都听到了，假人他就是个假人假意的大骗子，他要和县官联手一起诬陷你，目的就是为了夺你家产害你性命。相公，相公，这相公，你这个傻女人到现在还执迷不悟。妖怪，休要再害人。妖怪，银丹、董斌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老娘今天心情不好，下次再陪你们玩。偏偏你来这做什么？听说有人为情所困，害人不成，反而被两个老头给打伤了，路过便来看看你。我的伤倒是已经痊愈了，不过我看你倒像是被男人伤得不浅吧。我对治疗情伤最在行，来坐下，我替你疗疗伤。是同病相怜，你呢？热脸贴人家冷屁股。我呢？以为找到了真爱，却差点被人给卖了，成了个大笑话。不如，我俩联手，怎么样？你一个小小的蝴蝶妖，凭什么跟我联手？皮肤尚能撼动大树，我劝你啊，还是不要小瞧任何一个人。你倒是千年修行，道行深厚，不照样拿吕洞宾没辙吗？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跟我联手？你要的是银丹，我要的是吕洞宾的晶元，你我合作，我们各取所需。可是吕洞宾的身边现在两个仙道时不时的会出来帮助他，再加上银丹在旁边守着，我不方便出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更好的计策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不过我有一事尚且不明，银带它分明是妖类，怎么身上却并无半分妖性？这件事还得从很多年前说起。
兄，我是真的，他是假的，快封印他。师兄，你别信他，他是我体内的魔性。师兄，你没事吧？你不是真银丹，银丹是不会这么狠心的。银丹将他体内的魔性逼出来，然后将他封印在山洞里。我讨厌自己邪恶的一面，是他让我一直有贪念，让我误入歧途。你终究是会吃亏的。他一心向善，只可惜他却贪恋人间的情爱。原来是这样。没想到我和家人同窗多年，却不知道他心里真正在想什么。洞宾，好在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好在你我还有小雨，都平平安安的。我们在这山里倒是平静悠闲，反倒少了很多世俗纷扰。来，银丹，这差怎么了？这差，你将这道符化灰入水，倒入你家女主人的茶中，便可镇宅保平安。本仙言尽于此，信不信由你了。银丹，你没事吧？银丹，杀了银丹，吕洞宾就可以手到擒来了。崔明啊，崔明，对不住了。银丹，你好些没有？我刚刚吃了什么？我的内丹，他们对我施了法。内丹？莫非你也是药？冬冰，对不起，我本是一条白蛇，在西湖地下修炼千年成人形，只怪贪恋凡尘，爱上了你。不管你是人是妖，我都爱你。你不是妖吗？快给自己施法，你不会死的，对吗？银丹，银丹，银丹！臭男人，就算你再痴情又能怎样？今日我就让你看看他的真身。不要，看看会不会吓死你。啊，这你要杀就杀我，放过云丹吧。你，公子，公子，小雨，又是你这个妖怪，要杀我家公子，先过我这关，我跟你拼了。小雨，妖孽，还敢在此兴风作浪？谁？是谁？又是你这小妖精在此兴风作浪，多管闲事！哟，还施法？我告诉你，你在此杀了这么多人，今天本道就来收了你！哎，凡事皆有因果，咱不能在这儿啊扰乱人间秩序。那些人贪财好色，也算是自食恶果。道兄所言极是啊，去吧。中仆，回房去睡吧。二位仙人，求你们救救银丹了，求求你们了。
看样子应该是误服了白蛇内丹，只恐怕要被烧死了。二位仙人法力无边，求你们救救银丹吧。他虽是妖，但从未想过害人。吕洞宾，求你们了。这白蛇中了妖符，自己又失了内丹，若要救他的性命，就要看你的诚意了。公子，洞宾呐，要救银丹，需由你一人虔诚叩拜，待月华初上，叩出天阶，一路叩到那月华山巅，求取回魂草。为你许下千年的愿，不相忘，不分散，陪你到永远。为你修行几度轮转，把明月也为你倾听三生剪不断的红线。只是那天阶路长艰难，由寒冰造成，切记若是天亮之前没下来的话，恐怕就要永远被困在天阶之上。为你许下这千年的愿，不相忘，不分散，陪你到永远。心几度轮转，把明月也未免，倾听三生剪不断的红线，倾听三生剪不断的红线。崔大哥，崔大哥，崔大哥，吕洞宾他联合两个妖道夺走了银丹的内丹，把他害死了。我本想救他，但是我实在打不过那两个妖道。翩翩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没有，青衣姐。银丹，银丹，我只是想让你现出原形，这样吕洞宾就会离开你，你才能回到我的身边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是我害死了你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？还我姐姐，你还我姐姐。去。白蛇服下这回魂草，我便施法带你们到蓬莱仙山的纯阳洞，再为他筑起一座白蛇冢，七日后便可打开了。届时白蛇便会死而复生。
这七日之内在这纯阳洞中要潜心地学习这一部经书。多谢仙人指点。到时拔出洞中的纯阳剑，用纯阳罡气护着白蛇种，七日后午时方可打开，否则功亏一篑。哦，还有一事，小雨啊，这洞中无时日，你家公子要潜心修炼，所以要麻烦你每日在那石壁上刻下时辰，过一日便刻一道。小雨，今天是第几日了？灰公子，今天是第七日了。不等二位仙人了，时辰已到，待我助银带还阳。都是我的错，公子，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主母。我要练成纯阳剑法，一定要救回银丹。剑法。
情，好让吕洞宾斩妖除魔。公子，太好了，你得到了纯阳剑，那些妖怪就无所遁形了。只是咱们的食物不多了，我再去采些果子来吧。小雨，这些食物全都留给你了，这几日哪里都不要去，一步都不要离开这纯阳洞。我不吃也不喝。我只守着银丹。该死的小书童，竟然不出来！眼看着七日便要到了，究竟还有什么办法？吕洞宾说，他有办法让姐姐七日后还阳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这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。事已至此，也就只能信他一回了。崔大哥。我刚刚去纯阳洞看过了，吕洞宾却是一步不离地守着白蛇冢。到今天已经是第七日了。我好想姐姐，我们现在就去纯阳洞。如果姐姐不能还阳，我定要了吕洞宾这条狗命。崔大哥，我们说好的吕洞宾归我处理。走。时辰已到。天上诸神，弟子诚心祈求，请赐我神力，打开仙冢。黑暗中我孤苦无依，我感觉你就在我身边，可我怎么都找不到你。银丹别怕，我一直都会陪伴在你身边。主母，这才几天不见，你怎么老了很多？谁是主母？哪来的小书童？小雨。姐姐，姐姐，能看到你真的太好了。吕洞宾，你口口声声说你爱银丹，
却要杀他，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东西。原来又是你搞的鬼，那根本就不是银丹。吕洞宾，姐姐为了你连成仙的机会都放弃了，你这个骗子。青衣，别跟他废话，今天就集结我们四个人的力量杀了他。董斌，今天就算你有飞天遁地之术，也插翅难逃。不错，就让我先将吕洞宾的精气给吸过来。害了我还不够，还想害洞宾？就是这儿。属于你自己的肉身。偏偏，偏偏，原来是你一直心怀不轨。我偏偏，你这个小妖精，你竟然敢骗我！我生平最讨厌别人欺骗我。控制了你的心智，你居然会为了一个凡人放弃得到成仙的机会。我要占据你的肉身，吕洞宾，去死吧。不，只要你放了吕洞宾，我愿意让出自己的肉身。不行，吕洞宾必须要死。在你的手里，冬梅，冬梅，冬梅，我爱你，师兄，我就轻易一个妹妹，你一定要帮我照顾好她，不要让她走入歧途。你们要过得幸福。银丹，银丹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
我吕洞宾承诺，今生不再娶妻。我和银丹从此生死不离。黄粱犹未熟，一梦到华胥。我愿放下这尘世间的一切，跟随二位仙长，专心修道，普度众生。嗯，公子，还有我呢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山门修守今生，只因心守一座城。一座城温柔围困，细腻心事伤了人。伤的人沉默转身，孤单抵抗夜的冷。夜太冷，回忆加温，梦是所有的过程。